这口感绝了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模仿它的口感，你也形容不来，你必须得自己吃。我们又来到了重庆，今天在南屏，看着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，生活区一定有好吃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平时吃火锅喜欢吃什么内脏呢？我们今天来找了一家开了20多年的主打腰片王的老火锅，我们继续看看吧。哎，重庆人可真厉害哦，把火锅已经吃到极致了，有主打卤味的，有主打腰片的，是不是？想不想吃啊？各个各，什么辣度的哦？真偏辣一点，微微辣，微辣中辣，店里面吃微辣，微微辣。我的世界里没有微微辣这三个字，特辣。为什么叫怕二哥？怕二哥是偏怕二哥的意思，怕二哥的意思是爱老婆的意思，爱老婆还怕老婆，这一个道理。瞬间喜欢这个怕二哥了。来搞一个腰片，腰片每桌可以点三份是吧？你们三个人的话，建议你们点两份就够了，因为人少的话就点一份够了。啊，好，其实我们后面还俩人没来呢。我还点了一个五香芒果、糖头、五谷鸡爪，好多了，虾鸭咸拜八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没有炒米饭吗？嗯，饭的话我们自助的，可以打个什么？啊，太好了，给。好，谢谢。应该没有什么自助。哟，这么多自助的，还没有什么自助的。你看，水果、泡菜，还有这边有个蕨根笋。这都是免费的吗？那摆在这儿让你取，可不得免费吗？这还有炒饭，还有米饭，太好了！我喜欢这个店，女人的快乐就这么简单。没唱错吧？特辣，特辣，特辣。有人点特辣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有点有意思，有点啊，开枪了！目前为止，我在重庆吃那么多次火锅，好像还没有吃就被辣着的。出租车大哥还跟我说，我们重庆人就只吃微辣，最多吃到中辣。你们吃那些老小区的，辣度比一般的市区都要大很多呢。哦哟，看这个，那比跟我的巴掌一样大，主要是什么呀？他们家的招牌，来，蘸干碟，看着好爽。嗯，好吃啊，那。这是每天先切的，哎呀，这个口感好，快试试，快试试，这个所有的人都要吃，好吃呀，好吃吧？好吃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让我尝一个麦巴，这个什么炸的，我以为是那种蒸米糕一样的，没想到长这个样子，是怎么做的？麦巴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？咦，像我们的泡泡油糕一样，是不是？嗯，蒸完了以后再去炸的口感，好吃吧？鱿鱼你们知道吧，我超爱，我现在但凡吃火锅就想点五香的毛肚，还好有吃呢。来重庆来成都，你可以吃到就在外面完全吃不到这些特色品，是不是？他们这个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啊，帕尔哥、帕尔多。哎，咱陕西咋没有说是气管炎的一个统称呢？帕尔多感觉特别有画面感，是不是？对，要么就是捏着耳朵的那种感觉，要么就是那种吹耳朵耳旁风的那种感觉。嗯，这口感绝了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模仿它的口感，你也形容不来，你必须得自己吃。嗯，你觉得是辣吗？我觉得还行。为啥成都本地人都吃微辣、微微辣？我们外地来的孩子能一下吃这么辣的东西？这个是先切的牦牛肉，烫10到15秒。有没有人特别爱吃冷锅鸭血的？鸭血烫好，你吃血小心一点。我先吃个凉，吃个蕨根粉吧，迷惑行为。来重庆吃火锅吃蕨根粉。他们的调味偏满，好香啊，好贵啊！我要吃鸭血喽。入口即化就是鸭血。哎，对哦，他们这没有肥牛，但是有牦牛肉啊。嗯，吃起来比肥牛嚼头一些。